下一位，刘念。 老师好。面试开始前会有几个问题，表演意味着什么？表演一直是我的梦想，这种遗留剧院的招新本来就不是年年都有，我不想错过。但是，妈妈现在这个情况，是真的需要每天有人照顾的。 要不，你干脆回来。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外面的生意怎么办？妈妈的住院费怎么办？我这不是怕你一个人扛不住吗？你真的想清楚了，我也拦不住呀。我知道我所面对的困难，我也知道这个舞台很大很高。 但是我有200%的努力，我也相信我的实力可以战胜它。那你准备好开始了吗？接下来的一切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可以开始了。 绽放，风掠过，如希望，即便停。
现在真相大白，你们诬害首相意欲何为？国王，冤枉啊！不要听信这些乱党的胡言。刘佑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也不必再说了。我的王啊，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，都是他们逼迫我的。我清白的臣子啊，是我的愚昧让你受尽了痛苦和折磨。在这里，我郑重地向你道歉。要是上天的意思要让我受尽种种折磨，要是他将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临在我毫无防卫的头上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，我也会在我灵魂的抑郁中找到一滴忍耐的感动。在灰暗的日子里，不要被冷酷的命运所折服。命运既然来捉弄我们，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。明智的人从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，他们一定用乐观的方法加以挽救。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。黑夜无论怎样悠长，白昼总会到来。